但我故意对女友给予特殊的暴力。老师，帮我拿杯水呗。好，毫不知情。水给你，真的。啊，谢谢啊。你干嘛？没干嘛，你这裤子给我穿的吗？对啊，今天给你准备的。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，正好有点困了，想睡觉。你要不出去玩会儿吧？是不是因为昨天拖闲事你生气了？没有啊，我就想睡个觉嘛。你先去沙发上玩会儿吧。啊。对了，嗯。当我准备再来一次时，发现他根本不在家里。小石。Later。到哪儿去了？吓我一跳。怎么气消了？那我消什么气啊？我本来就没生气，好不好？得了吧，你刚刚都已经那么重手重脚暗示我了，我还能不知道？我没有。再说，我那样对你，你不生气？我生气啊。那你怎么不凶我呢？我是你女朋友，我是来给你灭火的，又不是给你浇油的。